fácil.父子早晚要有这一天的。 有这样对待自己亲生父亲的吗？那你还像一个父亲。 20多年了，我把你养育成人，给了你爱，给了你关怀，给了你一切。小的时候，你不小心摔伤了，可我感觉流血的是我，疼的也是我。对不起，夏菲，我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你和桑尼有那么一段美好的恋情。说实话，我想退出。 我希望你和桑尼能够重新开始，或者我们忘了这个女人，让我们父子重归于好。可是你没有给我机会，甚至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给我。我多么希望没有这场战争，像天底下所有的父子那样，快快乐乐，开开心心，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 看你为什么总是和我过不去，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的逼我，逼我去做我平生最不愿意做的事情？为什么？难道说这就是天意？够了，你不要再惺惺作态了。想想你的所作所为吧，你还配当一个中国人吗？ 你要不要我把你所做的一切一件一件、一桩一桩说给你听听？好啊。早在你成为振兴银行的行长之前，你已经是汪精卫政府的高级特务。正是你帮助日本人制定了一整套通过经济手段来灭亡中国的候鸟计划，也就是让日本人用中国人的钱来侵略中国。要誓死保卫国家，人在，文件在，人亡，文件亡。 这就是你们所谓的以战养战策略。通过这份候鸟计划，汪精卫政府发行了大量的新币，迫使老百姓将原先手中持有的旧币以极其不合理的币价兑换成为新币，并指使76号流氓用卑劣的手段逼迫商家执行。对不起啊，那是本店的客人，出于爱国心，宁愿使用国民党旧币，也不用日本人的新币啊。你的意思都快客人了。 当你发现你的卖国货币政策受到重重阻力的时候，你不惜操纵市场抬高物价，使粮食物品价格飞涨，致使老百姓手中持有的旧币不断贬值，成为一堆废纸。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得不将手中的旧币兑换成为新币。你的目的已经达到。当你坐上振兴银行行长的宝座之后，你更是不遗余力地推广你的卖国货币政策。你还使出了一招兑换黄金的毒计。可怜的老百姓，正因为手中的旧币不断贬值而惶惶不可终日之时，他们希望兑换些黄金，以减少损失。可你呢？
毒就毒在兑换黄金只能用心币。你通过这个恶毒的办法，为日本人筹集到了大量的旧币。你的目的达到了，得到了你的日本主子的奖赏。可你知道，有多少无辜的中国人为了嘎取少得可怜的黄金，在振兴银行门口互相踩踏，失去生命？有多少中国人从此倾家荡产？而你呢？还开设了为日本人提供军事给养的贸易公司。你操控银行，将成千上万的旧币以信贷的方式贷款给这些贸易公司。旧币在国民党统治区是可以流通的，于是你让你手下的这些公司在国统区购买大量的军用物资。这里的货我全要了。全要了？那怎么了？老板，你不喜欢做大买卖？好，然后把这些军用物资提供给日本人，为日军侵略中国提供源源不断的军事给养，这样一来，日本人就能拿着中国人的钱来打中国。在这些贸易公司中，王中任的大盛贸易公司就在其中。第一个看出光闪的就是窦光天。当他发现振兴银行和王中任之间有着不同寻常的信贷关系，出于一个中国人的良心，他开始进行暗中的调查。不久之后，他发现了今天的秘密。随着搜集到的证据越来越多，他感觉到危险在步步逼近。于是他给你这个最好的老朋友打来的电话，并且把他的家人托付给你。万一我有了什么不测，请一定要帮我照顾好我的家人，好吗？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真正的幕后黑手是你，而他呢，却将自己的挚爱的亲人托付给你这个敌人。虽然杜叔叔在电话里没有透露的太多，但是凭着你敏锐的嗅觉，你还是嗅出了不祥的迹象。于是，你决定亲自赶往杜家一探虚实。